他没干，就这个东西都没干砸我。我们那哈就这样，他就恨成这个样。刚才就是那个俩，他几有俩老汉真猖狂呀！我不知道现在的政策，他现在是在玩我们的啥？弄的街道酒精庄干嘛去呢？我们是要求了不要这个行政，就要是实体去给我们解决问题，你说对吗？29号给我骗过去了，骗回家以后。叫地方政府办事处，我是城市里面了吧？叫办事处给他掏了4000块钱，给他放回家了。放回家叫我回家以后，我觉得不对啊。29号回家了，到家是30号嘛？我说30号咱九十大庆还没，让他妈没人接了，还叫那些黑社会晚上黑社会，因为29号是黑社会给我送回家了嘛。晚上他管事的人不给我照面，最后叫黑进的进去。你说那对啊，酒精庄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不是说去年在马家楼不是被绑架回家了，今年又在酒精庄，这是国家的地方还是黑社会呢？那公安干警看到就不闻不问呢？那进去，他咋进去了？你说黑社会咋进去了？你说那个酒精庄，那饭店老板啊，胡同变成哎呦，都是一伙的，都是一伙了嘛。所以说政府支持他，他俩该进去，都是一伙的，到哪去都告不赢。那你咋弄？老百姓这逼着你现在到哪都不告不赢，太不像话了，没办法的。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白费子猖獗到顶抗议政府给我们，不让他再关注我们，整天就是我们维权是这个申诉和控告是他政府让我们干告的哈。到现在他们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还是到底是在作秀呀，还是在糊弄人民、糊弄他们的党呢？我从29号一直关到2号，上海驻京把我关在集站里面，关了我4天，才把我放出来。我们呼吁呼吁。我们先走，热他没有，他总部回来就有问题。我原来养过。